死你这个没眼力劲儿的坏东西。这就是你摸到的那个金牌。我是因为实在没有盘缠了，所以才切下一点边角当盘缠。我不是不舍得给你，而是因为如果我给了你，我就没有任何凭证可以证明我自己的身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上好的和田玉，你拿着它，至少也能换200万金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赵盼儿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夜宴图在你手上的事，你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。这幅夜宴图会带来的麻烦，比杨府几十口人命来得更大。听清楚了吗？你自己多保重。你也保重。要不然，我的钱也没法还你。对了，你去东京，我怎么找你啊？周桥南桥口有一家王记铁铺，如果你看到门口挂着红色的旗幡，你就进去找老板买10根银针，他自然会带你来接我。如果你一直看不到旗幡挂出来，钱就不用还了。二姐，小点声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。而且你跟周舍私奔，我一到这他就打了我50杀威棒，还让我把钱给他。我没有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都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就是来救你。那你现在就带我走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什么？来救你的只有我和三娘，你的腿被打伤了，就算我们背着你走也会被人发现的，而且被骗的钱就这么算了，你被打伤的腿也就这么认了。不能，姐姐，他骗我打我就算了，他把我的孤月琵琶也给卖了，还有我的情妇也被他全烧了。你一定要让他找到报应，你一定要。那就听我的话，别哭了，说正事。你怎么跟他说的我的身份？我只说你之前也身在狱籍，把我当亲妹妹看，如今开着茶铺。你没有说我跟欧阳的关系，还有我跟三娘的关系吧？没有，我知道姐姐你不喜欢他，所以我很少在他面前提你。他也应该不怎么认识三娘。他打你，就是为了逼你要钱，对吗？这个点心你先吃了，到了明天早上，一定要装作实在撑不下去的样子，告诉他你其实还有一点私房钱，在全福客栈的账房。每一次只要报上你的名号就能拿10块钱。周舍现在被逼债逼得紧，他要是尝到了甜头一定会好好对你。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养伤，知道吗？等我的消息。这样担心吗？我答应你的事儿什么时候没办到过？对了，姐姐，我听街上的小孩子唱童谣说新科探花欧阳，他是姐夫吗？太好啊，姐姐慧眼如炬，一眼就能看出姐夫必成大器，这一回一定能把我救出去。嗯，还真的有石棍啊！我不打你，你就不给我。哼，先给姓徐的8罐，多半就能应付过去了。剩下的2罐拿着当本钱去赌坊分个本儿。没长眼睛吗？你才
怎么了？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走得好好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想怎样？装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四，别跟这些聪明一般见识。呀，周舍，你怎么在华亭县呀？尹章呢？赵娘子，尹章在家呢。你当真跟他成亲了？我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负心汉！什么负心汉？你还活该！枉我家妹子对你一往情深的，你转身就和她闺中密友私奔了，不打你打谁啊？给我接着打！我就是啊！你是个西妹子，只图假银充钱，真金刚还看不上眼了？哎呀，光天化日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敢打老子？你瞧这主子，至少得值两块钱。打！看这打扮，刚从船上下来的吧？这，今天你们不弄死老子，老子弄死你们！这，给我打！走，给我慢点，谁给你们打折？啊！什么人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往香云楼去吧。香云楼那儿的房钱可比全福贵两倍。这哪儿来的小娘子，这么漂亮，还这么有钱？哎，你这啥 ？A 什么 A？滚！是不是你刚才下手太重，一巴掌把他给打跑了？赵娘子，小可周舍刚才捡到了您的金钗，特来归还。赵娘子。赵娘子，是你啊？是我。你来干嘛呀？我们家姑娘这会儿正不自在呢，赶紧滚！哎，我来还差子的，让我进去。樊郎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伪君子！你也没叫我呢。哎，周舍有罪。周舍。惹了赵娘子生气，这就任你打骂，随您责罚。哎，你光天化日之下敢私闯民宅，哎，出去！我宅子没还呢，你让我把出去。打死你这个没眼力劲儿的坏东西！你说，除了不会弹琵琶，我哪一点比不上宋引章？没有。他有我美吗？没有。他有我诗情趣吗？没有。他连一个指甲盖都比不上。哼！你骗人。我没骗你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白狼为什么要狠心赶我走？就因为我曾在见机，就连服侍他的机会也不配了。樊朗，你为什么要赶我走？你就听那个婆娘的话，要赶我走。悠悠，小心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还有你。
你为什么要跟宋引章那个贱蹄子私奔？真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呦，我心都碎了。他在意，我不在意啊。贱蹄怎么了？那薛桃红福，不都是一等一的传世佳人吗？当真？真。盼儿，你别难过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都忘了。对吗？来来来，起来！少来了！这不是世界的名字，要没个丈夫，就没个衣品，纵有黄金万贯，明珠一斗，我这也没什么意义。哎，小心！你说的对，来来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就在窗子边啊，不小心就糊手了啊。进来。我呸！当初你在钱塘的时候，听说你周舍是个人物，让三娘给你送花签，请你过来喝茶，你连理都不理我。怎么这事儿？你还想翻脸不认？哎，把你那个叫招财的小厮叫过来，和我当面对质啊！那天他怎么说来着？啊，我们家员外正在听宋娘子的霓裳羽衣曲，哪有空喝你们的破茶？嗯？哦，哎，那个小厮啊，早就被我给卖了。少娘子，我跟您说，这都是误会。其实，自打第一回见您起，我就知道。你比宋引章好一千倍，好一万倍。我之所以犯糊涂，跟宋引章离开浅塘，我就是怕我自个儿把持不住，回来跟他的山盟海誓。一心啊，只想拜在您的石榴裙下。当真？真，比真金还真。我周母若有一字虚言，叫我变个小王八，当娘子床底下的垫脚石。你这个人还有点意思。之前呢，是我不懂事儿，惹了盼儿姐生气。我这就自罚一杯，请盼儿姐恕罪责的。赵娘子这次经过华亭是要去哪儿啊？回老家，明儿就走。明天就走？为何这么心急呢？您这玉体尊贵的，又路途劳顿。为何不多歇息个几天？华亭这儿啊，风物秀美，让我跟您一一说来啊。劳你请店小二，再整几个暖胃的酒菜过来，要御泉酒。去把那徐老板叫来。这玉泉酒吧它不刺激人，我们吃着喝着慢慢喝。哇，掉了！哎呀，我给您送进去。